帮你看屁屁，看屁屁，你哇！要看我屁屁？我看一下，六七七那颗，我八就颗。跑远一点，我去打一些激将也会有东西。好啊。然后我想一下哦，任务我看要不要直接把它换掉了。对，现在换任务只要1块钱，我把第三个任务换了啦。你说女巫那个吗？觉得嘞？你们觉得哪个最难打？女巫吧，因为要攻。女巫，我觉得对，幕府还好，幕府还确定哦，可因为以。太我女巫逗，也是有没想问到一题。个玩法，不过要嗯。攻，我们还没有攻，那先换，先换，先换。因为，呃，击倒三个女巫，哦，变多了，变多了，不应该我去哎呦，哦，sorry，又的，中了。哎，事件现在是晚上。哦，现在变晚上对，了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幕府三个蜘蛛，幕府三个蜘蛛，这我可以自己来。窟窿可能就需要大家哎，我跑远一点把你们拉过来如何？可以可啊，以，好等一好，下，那我先回去对，把你东们西拿先一拿。对弄一弄。哎呦哎呦，黄队又去了，不过黄队他们已经没用了，他们已经被打过了。呵呵哎呦，挤到一下，吓死我了。幕府打蜘蛛，所以，巧克力现在有装吗有，我已经全套铁装了。？OK，那我们铁装好像不用了。就那我把一些收东西留集在起这。来，多多益善。蓝队也过去了。哎呦，那这样子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你为什么要过去？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在这边丢了，所以你为什么要走啊，进来？我想说这里发生什么事，来看一下啊。你们结果听只我是垃说，圾陷我阱。把你们拉过来哦。好嘞，好的。然后，再一在一个，个这个不错的地方，哎，不要动哦，大家都不要动哦，东西都好，收好了看你我的吗？手了，烧好了，好，好那的。抓住我的肩膀，瞬间移动之术，嘿，哇哇，好厉害哟！哈哈，那个下面有一只窟窿啊，等一下哦，我帮你们铺路哦，冷好静哦，冷静巧哦。克力原会瞬间移动啊，好厉害哟！这里这有是跳他在 Z 看走你。远离，但不用担心。那我们要去打他，对不对？对，先等他们两个彼此互打，又有然后结僵果死尸。了。来，你们来哦。好，不迟钝打窟窿，不迟钝打窟窿。那只窟窿，他都在打我，不要迟钝排哦，不能迟钝排我没有迟哦。好，钝，我来了。小心不要在他的弓箭轨道，不要在他们弓箭轨道。有吗？有，很好，一只了嘛，一只了嘛，哎呀，完美合作啊！哎，那打苦力两怕小心哦，只，苦力怕小心哦。后面他这那个边那远边，离大概就还有50格内可以走啦。他就是重爆。小心一点，哦，我蜘跑，蛛蜘蛛有幕府吗？我有，哪里有蜘蛛？我刚刚听到蜘蛛的声音，在找中，这里。不要吓我啦！我想说，声音怎么那么大？你们别来哦，这里是大峡谷哦。好，OK，我们在旁边看戏。没有，你们去看有没有其他的怪。我们在这边发呆。这是大峡谷哦！大哎，你要家干掉，真干掉，笑干掉，死！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哎，那只是蜘蛛哎、欸，哪里？哪哪里？里？那边，前面那边，水边。哦，等一哎下，呦呦，这边，交给我，哎，小心，这小边。心！那哪里？窟窿交给你们哦。好，哪里？左边，右边。先一个人持盾牌，先打一下。我在迟钝了。好。他在哪里？没事，有我这苦里力炸，炮。我那边还有只苦力炮哦，提出你右肩有，我看到了。右边，窟窿窟窿在在水哦，在下，水。你有碰到水？他不对，你有碰到窟窿了吗？还没中爆，这中爆，远离。直接跑吗？你举盾，来，你举盾，我打窟窿了，你们可以来。好，我先把盾牌拆你们掉。站在那上面，站在上面。对，哎呦，狗狗，哦，就打到我。有吧？有，应该有。我们都各打了两只，都只差一只。OK，你这狗狗煞红眼呢、欸。
因为我可以分你一些东西吗？可以啊，有垃圾吗？甘蔗，黄金先放你那好了。可？嗯，我又吸回来了。不会吸。可以可以。吸吸，我们待可能要烧一下东西。好，但我们现在枯工跟蜘蛛都各。这边。嘿，这边。哦哦，对不起，是你。我好难过。没有了，我看到白白的东西嘛。嗯，白白的。我的妆是吗？对，白银战士是我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一般的，一般的。小鸡，小鸡，小鸡。哎、欸，我看到，我就是打那鸡。哎、欸、呦，前面有枯工，前面有枯工。我这里哦，我这里哦。啊！你们小心，你们小心。你举盾啊！举了。好。你们什么？苦力怕啊？没有没有，就一只拿着比较强的僵尸了。追击者吗？嗯，对。哎、欸，我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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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敌住，敌住，后面。没有，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。Hello。对。对不起。我们忙完了，在哪里？那边，那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啊！重爆！那苦力巴是重爆，苦力巴重爆，先退退退一下。我是听到叶妹声音。好，哎、欸，你不能迟钝打枯工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！重爆！手威手威。那就重爆。对，没有，我是说我前面有重爆。来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来冷。叶、欸、妹吐火球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这里的叶妹很可怕。好，然后你先在这里冷静。好、队伍探寻，他们应该想要探我们哦。对面也有枯工啊，有水面上有只僵尸。嗯，碎漂亮，可惜啊，没打到。欸、我盾爆了、欸！哦，他穿盾者，他攻击力很痛。开哥，开哥，我做个盾。啊，你做个盾。迪叔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好，你有看到我们位置吗？等一下哦。950-1354。950-1354。嗯。好。然后。现在被叶妹追，有点害怕。迪叔，左边看，左边看，要看过来。对面的迪叔，看过来。看了看了。另外这边有打死。好。啊。还有哦，啊，追击者，走走走，现在跟你们讲就小心小心怪哦，我们最主要是要保泱泱啦，那泱还没死过，所以你是40分，我跟迪叔现在是20分，对，我们再死一次变10分，只是扣10，有没有？你死一次是扣20，对，所以你比较重要。来，前面又一个枯工，这里。好，我把他引出来，记得不迟钝打他。我不迟钝了。好，你很迅捷。等一下有，举盾举盾哦，没事没事，可以。一般的，一般的，一般的。等等，有。好，嗯，没有他要一段时间更新，我先去打那个。盾对区68，才68而已。那可能有刚刚有苦力怕弄到，有完成？你们怎么被什么打？护工好，护工可以不吃盾，不没有，那迪叔你碰他一下就可以。好，好不吃盾，我们来。哎，有干掉。OK OK， 可，你这怎么不？有两个完成。有我们先往我这跑好了，先往我这跑。好，哪里 OK？ 嗯，快天亮，快天亮，这里水边，接下来有没有？嗯、哇，这饥饿。啊！火焰剑啊啊！这任务是在哈喽，在饥饿无法奔跑的状态，这还可以。火焰剑击倒这不太行，这一定得换。嗯，在饥饿无法，这还好。对，好。火焰剑那也太可怕了吧！那个饿的交给我，等一下会让自己持续的饿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这样子，我们要分开来喽。好。对，因为二档，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侦测我们。我们是三个人都还没被二档杀过，所以我们要分开走，好不好？可中心点，
中心点可以看一下，是一你迪叔教你就是任务书啊，点右键，它的上面会有显示经验值的上面会有显示中心的坐标。好，嗯，那我想一下哦，我觉得你们在这里其实还 OK 啦，我就跑到另一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的好的，嗯，你要不要做钻石装？你做你做，我做吗？对，因为你是最不能被杀死的。你是40分，好，对，你是40分，我很重要。那迪叔啊，你们有苹果吗？没有，我们再弄一下好了。好，附近对，你们可以弄一下，然后也可以围往下挖啦，就是如果可以看到，或者找那种野生洞窟。迪叔，我们去打一点动物好了。好啊、对，动物也可以打，有一些特别动物哦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哇哇，全部暴露出来啦！哇，太棒啦，太可怕啦！首先，二档他们在地表，二档他们在地表，所以我们先撤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对，换不要在原位，你们往一个方向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有苦力棒，你们往另一个方向走。好，你们书、嗯，拿起任务书，点右键，你有没有看到你看的位置也改变了？有，对，欸、那边就是往中心点，那我们要远离中心点去边界， okay, 就是往那个方向的，完全是反方向去走，好不好？对，啊，我这边也在往另一边去走，那我们就要往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就书看过去，反方向走，对，这边，然后不定期的可以回去看。欸、可是 Y X 走远离耶、欸欸！你已经跑到 X 走远离了吗？他对了，他已经在跳了。那 X 就不要再跑 Z 走。好，那我们往左边一点。然后也是不往中心点，可以努力看看。有，我们在努力的。好，他们坐标我看一下，1017。对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往我们那里跑啦，他一定会往我们那里跑。然后你说他们 X 轴在1017吗？嗯，1017，那我们那你们要甚至往下挖，回洞窟。那我们往下好了。把那你们上面一定要用土全部都堵好土哦。嗯，对。好，因为你们往下有一个好处，如果找到野生洞窟的话，那我们可以不点亮火把，一样是可以打怪。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，我在地表，我可以把你们传过来。然后我遇到那个绿队了，我遇到绿队了，快跑快跑！对，三个吗？两个。重点是我有一点饿，我有一点饿，我为了解那个挨饿啊。我想一下，要不要给他们这一个？其实给了的话是好事、欸，就自由了。自由了，对啊，给一下好了，因为我挨饿，我还要吃，我一定会被追到。我尽量把他们带远离一点啊，我就走到天涯海角。Okay, okay. 好，我饿了，我已经饿了，我已经饿了。哎，你说你这样身上的那个，我尽量扣他血。哎呦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但我打了闪闪一些血了，可以。泥土，我有。嗯，你帮我把它上面盖起来吧。好，噔噔，这样我只剩10分了。嗯，可是我原因是这个方向。刚刚为了解那个饿肚子都没吃东西啊，没办法，就这样遇到，真的。对啊。那个 X 轴远离，只要上面的那个轴不是红的，应该就没关系吧？对对对。OK。而且现在有一个好处啦，就是。他们如果追你们的话，反正我都跟你们走不同的、啊，那他们追到你们，我就把你们传过来，这样子。哦，的，对，好、啊。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迪叔，你那个还在吗？那个第二个任务，我们把它换掉。熔炉还在两个。霹雳一闪。好、啊，我刚好带走。打三只。